幺二零走掉了，就因为这公交车司机、公交公司不让他送到九九零医院，九九零医院就过个红绿灯就到了。因为当时我心里都慌了，然后我想了嘛，以前我外出这个事儿，因为我爸也是出了意外事故嘛，然后当时是在那个啥。那个医疗在那个啥东都医院，然后没有抢救过，没有，我没有说定点医院，我说的是想上中心医院，然后俺公司给我的建议也是送到那个中心医院，不是说的来我说麻烦他送到那个中心医院嘛，然后他咋弄他都他说他不送中医。8:30几给我打个电话，然后我就说那个，第一要报警，第二打120，然后我就往这边赶。说那个当时那个120不拉，驾驶员给我说的是那个，当时给他说了去那个中心医院哈。当时为什么要让一定要去中心医院？因为中心医院是咱驻马店那个条件最好的嘛，比较好的一个医院。你们一直在强调990医院，就我们后面这个990医院不好。作为驻马店的人，哪个不知道990医院是我们最好的医院？990医院离我们那么近，2分钟就到了，就一个红绿灯。咱们每个人嘛，都有父母，都有孩子，所以确实，如果出现这个交通事故，对那个家庭的伤害是非常大的。我在这都是表示那个。表示抱歉，真对不起啊，就是你对不起。